大家好，今天的谈音说乐呢，也是回应网友，所以你把它算到回应网友的问题也可以，算谈音说乐也可以哈。今天的题目就很怪怪的哈，因为有网友问起这个，有没有 sus4 major 7和弦，有没有这个和弦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，追根究底了。其实很多事情你应该学习叫我这边去探讨这个问题，把这个事情讲究。音乐反正在乐理上应该就是那么多东西了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到底最后应该怎么样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探讨一下。不要听人家讲，你不要问贝多芬有没有，他已经说没有，那你问你老师说没有，没见过。我们来探讨一下有没有这个。我们先看啊，三和弦由三度音程构成的，三度里面 third 哈，这 major third minor third augment third diminished third， 大三小三增三减三，大三小三增三减三，实际上就变成什么？纯四。这个呢变成什么？大二，这大二纯四。在谱上是这样，你看谱写这两个音是不是三度？但耳朵听起来是四度，这个谱上写起来是三度，但听起来是二度，所以这个是视觉而已，在视觉上是三度，增三减三，六个半音三个半音哈。那我们耳朵里面只有这个，看起来也是三度，听起来也是三度，视觉听觉都是三度，就两个，大三小三，大三小三。好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弄清楚了，到底是三度构成的，那有这么多是三度。如果只限于听觉的声，那就这么多，没有了。那有没有这个萨斯托和弦？那我们把这个三度加上这个什么大七和弦，先看三和弦多少个？看下面的哆咪嗦大三小三，哆咪嗦小三大三，增三和弦大三大三。哆咪西，那减和弦小三小三，哆咪西小三小三，还有个增三减三呢，哆这个不能没有唱名啊，这个唱名还唱发，哆发嗦，增三减三，那就变什么 ？sus4 了，哆发嗦 ，sus4， 所以五种三和弦了。不过这一种在听觉上，这已经变成四度了。在视觉上是三和弦，听觉上那也不是，所以有的音乐把这个拿除外，古典音乐根本没有这个，可是在爵士音乐有的人把这个给算进来，五种三和弦，然后每种三和弦都可以加大七，大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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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jor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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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个加进来变这个大三加 major 7 C major 7，小三加 major 三 ，C minor major 7 ，C minor 不要 C M， 也不用别的，就 C minor major 7，然后 C augment 你写个加号 major 7，C diminish 画个小圈 diminish major 7，这个就变成什么 ？C sus4 major 7，刚刚讲的有没有？有了吧？所以你用在谱上应该有，听起来呢，它不大像三度，因为它是四度出来了，但是它在谱上。或者在理论上，它还是三度加三度，再加一个三度，三个三度，合起来变成 C sus4， 这是 C sus4 major 7，或者叫 C major 7 sus4。你看这个 C major 7里面有个 sus4， 四带三，或者用这个方法很简单 ，G 7 base 用 C， 上面是 G 7法说 C，base 是用什么 C 哆，哪一个方法都有，都有人用过，有这个和弦啊，简单讲有这个和弦。看分析，那有人说，既然有增三减三，那就应该有减三增三了。你看看，增三减三，下面是减三，上面增三，这个写出来应该变这个哆来嗦了，哆来嗦。那有人说这个 C 什么 C 啥玩意儿？它没有三音嘛？
没有声音就不能够写诗，写诗的话一定要有声音的，没有，所以你讲 C+2 不通，因为二不可以挂留，这个挂留音呢一定跟声音不能同时出现。34要带三，34要带三，四带三，四带三，这个二带一吗？不对嘛，一跟二同时出来，它是隐身音，怎么能叫挂留呢？挂留音不可以跟这个原来的音同时存在，这个可以嘛？所以这个不通。那讲 C add 九也不通 ，C add 九应该有咪在里面，没有咪，所以这两个都不通。那另外我们换一个，把它转位一下呢？哦，原来是手哆来，这个是 G+4 嘛？首席 re 手哆来，所以这个是 G+4 这个转位，或者你叫 re 手哆也可以了，它是 D7+4， 所以你从这看，这个音 re 在下面叫 D7+4， 如果嗦在下面叫做 G+4， 而哆来嗦只是它们的转位而已，转位而已，所以没有这个和弦，没有这个，有很多书上写这个东西，很多人也讲这个，那不通嘛，因为。二跟一同时存在，怎么叫刷十呢？不可以，而且它也不能叫九，这个没有三在里面的。这个和弦的性质还是讲到这个和弦性质，它错。C 刷错 ，major 三，或者 C major 三刷错，或者 G 三对称 C， 三个和弦都是一个啊，它的性质怎么样？认识他一下，非大非小非属，我们音乐里面最主要就是大属小，大小属，大和弦小和弦属和弦，就这三类，其他都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我们音乐 90% 恐怕都这个玩意，大和弦小和弦属和弦，它不是没有三，没有三，没有三，属这里面没有三，小和弦没有三，大和弦没有三，不是，可是呢它可大可小可属，它也有点大的感觉，有点小的感觉，属的它这么个玩意，所以很独特，而且这个和弦不宜转位，一转二转三转都不行，一二三转都不好，所以通常少用，所以你在歌本上你恐怕找一天找不到一个这个，你不要看到哪天会碰上了，就一般流行歌流行曲都没有这个和弦，很少用，所以它的特色哈。那我们再分析一下，分析一 C3 4 major 7 C+4 major 7，或者 C major 7 4都一样，非大非小非属，这个这么个和弦，哆发嗦提，它没有咪嘛，哆发嗦提，没有三音，所以它不是 major 7，它不是大，它没有降三音，它也不是 minor major 7，不是，有哆这个音在 G 上面最不能出现的叫闭用音，所以 G 上面没有它，minor 7里面没有降三。大和弦里又没有大三，所以不是，三个都不是，非大非小非属。再看分析二，还有这个和弦 C+4 major 7，可大可小可属。那你这样看呢？如果这个音下面接 mi a 就大和弦哦，哆咪嗦提变成 C major 7了。你下面接 mi 降，哎，变 C minor major 7了，哆咪嗦提 C minor major 7了。所以可大可小，那你把这个哆改成 re， 或者不要弹，不要弹哆，省略法说西就是 G7 嘛，那你把哆改成 re 也是 G7， 所以它可大可小可属，又非大非小非属，这么个和弦。分析三，你看，哆发嗦西还可以了，原位 OK， 下面呢，法说西哆好听吗？难听死了，一转不行。二转也不好，西哆嗦西哆发，三转呢西哆发嗦都不好，两个半音在一起啊，和声感的时候，你说节奏感的时候可以，锵锵叭叭梆梆，这种时候可能我长音二分音符以上，梆梆，这种时候这种和弦都不行，这个还可能啊。好了，我们再运用分析来，什么时候用它呢？我们看一看。这个 D7 C7 如果这样对不对？对，左手瑞拉，右手法多，左手哆嗦咪西，很漂亮的，但是这个左右手弹出来变成什么？平行五度，这平行五度一个，这又一个平行五度，所以你把这个写出来你就可能进不了音乐系了，
或者院系毕不了业了，老师一定不给你及格。他这种两个平行了，虽然这个在爵士里面大有人在，这个叫平行和声，瞬间平行，那爵士音乐都有，但在古典音乐绝不行，传统音乐没有这个玩意儿，不行，平行五多厉害，而且又是复七，很不好。好，我们改一下，把这个 re 呢加一个手 re 手哆，哎，这好了，圈五圈五，贝斯好听了。那这个发呢，挂过去发咪，一样，这个还是一样，那变哆嗦咪西 C major seven 了。这里呢，经过一个 G 九 sus four 索拉法哆 G 九 sus four，你这样一来，这个地方变 G 上贝斯用 C，G 上贝斯用 C，那平行五度不见了，平行五度下面不是平行五度了，这里平行五度下面也不见了，所以两个五度都给你打岔打掉了，所以没有平行五度了，所以这个效果就很好，慢歌很好。但是你加一个 so 就变成 G 九 sus four 了，加了一个 mi 的话就变成 C major seven 了。中间这个地方，此时此刻箭头这里，就是 C sus four major seven，或者 C major seven sus four，或者要 G 上变成 C，这怎么样运用的分析？这种情况你可以使用哈。平常单独弹一个和弦的时候，最好少用哈。